爵士园地讲堂深触角，启斌与凯亚带你深入宫崎骏与迪士尼动漫配乐、潘马蒂尼乐团作品解析、日本 City Pop 逆流回溯与巴西音乐完整风貌，你从未亲身体验过的音乐解析，在家就可增加音乐知识。十场超丰富讲堂内容，首先带来的第一个主题，6月30号跟7月7号，我们将介绍90让音乐与宫崎骏动漫的完美结合，从你熟知与上代发掘的难忘乐曲中学习到乐理。第二个主题是7月21号跟7月28号，不只是爵士乐的爵士乐 ，Pat Metheny Group 的音乐作品是如何创作的，该如何即兴。第三个主题是8月11号跟8月18号。从复古风的日本 City Pop 重新出土，回溯美国80年代 R&B、Soul、Funk 经典与音乐解析。第四个主题是9月1号跟9月8号，迪士尼动画电影经典音乐作品与百老汇创作风格，隽永的配乐与歌曲中蕴藏着的技法。第五个主题是9月15号跟9月22号，不只是森巴与波萨。带你认识巴西音乐的完整风貌与重要人物。报名请洽启斌与凯亚的爵士乐。